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数联网小徐，目前我所在的位置是我们伟盛机械展位，今天很高兴请到我们伟盛机械蒲经理，给我们做相关介绍。蒲经理你好。你好。那个我们伟盛机械这次呢也带来了几款主打产品，然后流研膜和透气膜等相关产品，等一下那个我们请蒲经理给我们做相关产品的特性介绍，以及应用领域的一些相关知识的介绍。那蒲经理，麻烦你帮我们做一些介绍。这次展会呢，我们是来到南京哈，这个国际博览中心。那么我们公司呢，就是今天也这次展会也带了几款那个主打的产品。那么我们的产品呢，现在就是我们桌子上呢有放了几款哈，主要是有流研膜跟透气膜。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呢，就是说介绍一下哈。我们今年来的说透气膜呢是设备卖出去的量是很大的，就是同样这也就是说主要原因还是客户比较认可嘛哈。那么这个中间这款呢就是我们透气膜，也是透气膜的一款产品，就是尿阔啊。那么这一款呢还没，这款呢也是我们这个今年也就是市场上也还火的啊，比较火的，就是它是属于流研软包装膜的啊。你看我们这款产品呢上面有看了一个纹路啊，也比较特殊，客户也比较喜欢这一款产品。那么这一款呢，我们是也是叫我们叫 EVA 的 ，EVA 呢也是在我们这个生活中啊，特别经常常见的遇得到的，像我们背后的这个产品哈，什么雨衣啊，还有这个防尘罩啊，等等等等，这些都有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还有一些产品呢就没有完全带来，因为我们主要是做机械，特别是像这个手术衣。今年因为疫情啊，我们公司呢就可以说为社会做了比较相对说比较大一点的贡献吧哈，就是我们这个做防疫物资，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设备啊，这也是根据政府配合政府的需求，我们公司做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，销售了大概也有几十台这样的透气膜设备了啊，为湖北那个这个疫情呢做了一定的贡献啊。好，谢谢。非常感谢我们蒲经理的精彩介绍，谢谢。